策略塔防游戏《领主之战二》和同类型的游戏一样，玩家要建设自己的领地，放置生产资源的建筑物，同时建立碉堡、城墙等设施，抵御敌人的进攻。战斗时，只要将部队放置在适合的位置之后，就会自动进攻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每个部队都会由英雄率领士兵来行动，他们都有各自的属性以及特殊技能，累积足够能量之后就可以施展强大的技能。而且啊，只要英雄从战斗中存活下来的话，就能够再进行战斗，不需要重新训练士兵哦。